吗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还以为你说他们会打架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给我搜，不准任何人离开。好的。他们是谁？快抓住他！还敢再踏足这里，就不该回来。我要慎始慎终。抓住他！疯了。
他在哪儿。住手！羊，当然了。你变慢了，师父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？让可别倒头。就是一个错误。我就不该教你。现在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今晚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次机会。这次我势在必行。看着你的眼睛时，我看到的只是Thank you.
出来吧。
他们封锁了仓库的入口，要找到另一条路进去。滚开，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。我警告过你了，混蛋。君子，我觉得他们不足为惧。看看这是谁呀、啊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能做到，只要搏一把。门撞开，看看这个该死的小丑。加油！
气。没事吧？快拦住他！真是个可怜虫。是想搞到什么东西吗？我也把你吓尿了。结束了。对打一架。哦，仓库越来越近了。
来错地方了，朋友。在这再跳一次，我能做到。真遗憾，我得把你扔回去。想跑已经晚了。搞什么动？快点，快点，麻利点！我可不想去夜店迟到。我计划今晚赢把大的。谁呀？
下！他妈是怎么进来的？可费了我好大劲儿。我肯定你的钥匙会让事情变得容易许多。你他妈想都别想了，混蛋！这些会很有用的。揍爽吗？
别浪费我的时间。说谁都不许过去，马甲他想静静。我不管你的老大说了什么。现在后悔吗？深刻，小子。